最后登场的一支啦啦队，大家应该 UNIQLO 刚刚有听到什么？最后要登场的是哪一队呢？ UNIQLO。 我们没有泄题耶，你们怎么会知道呢？对，就是我们这个去年总冠军的队伍，让我们狮王。没错，让我们来欢迎 UNIQLO。有活力，所以呢，我们一样来问一下这个 UNIQLO。首先呢，我们要请 UNIQLO 跟大家打声招呼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们是 UNIQLO。Hello， 自我介绍一下吧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彭彭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橘子。橘子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妮妮。妮妮你好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凯莉丝。凯莉丝。好，我们问一下这个 UNIQLO， 其实今年哇非常的不一样，也要打造这个全狮主场，所以也有扩编力，增加了新成员，对不对？对。那我们在今年台南主场的时候，会一三垒都有 UNIQLO 一起为大家跟帮统一狮加油这样。对，希望大家可以动起来跟你们一起加油。所以也是全狮主场了。对，跟全员主场互尬就对了。两边互尬，没有互尬，是一起为大家加油，这样。一起为球员加油，为中华职棒加油。对。那其实去年统一狮队打进到了总冠军嘛，然后呢，那我们有在个亚洲职棒大赛 ，UNIQLO 是有跟各国啦啦队一起来尬舞，那时候感觉怎么样？其实还蛮特别的经验，因为平常在台湾就是只是跟其他球队一起，那到了亚职的时候，看到别的国家的啦啦队，其实跟台湾的风格不太一样，那真的还蛮开心的这样。嗯，不过就我看来，我还是觉得台湾的雄厚啦，吼，台湾的雄气。台湾绝对是品质有保证的，没错没错，是。好，那我们这个为了新球季即将开打，开幕战是不是马上就在下个礼拜就要登场了？开幕战有没有特别的表演内容要送给大家？
这个呢，大家进球场就知道了，一定会有特别不一样新的东西，还是一样是秘密，是不是？秘密不可以跟大家说的秘密武器，所以进场就知道了，是吗？对，大家快去买票，快去。对，那大家跟大家宣导一下这个统一狮队的开幕战。那我们开幕战对上的会是去年的义大犀牛队，那在开幕战是在新庄棒球场。对，下个礼拜六3月22号。对，下午5点整。好，开幕战一定要进场来观赏一下 UNIGIRL 带来精彩的表演啦，谢谢。好，谢谢 UNIGIRL， 谢谢。好哇，那今年看来不止这个球员在场内竞争打得非常激烈，场外也是非常漂亮的焦点哦。对，没错。那希望大家也可以多多进场，可以跟我们这些啦啦队一起来帮这些球员们加油打气，跟着他们动起来好吗？是。好，那接下来又到了我们这个有奖征答的时间啦。又来了，来，我们请工作人员帮我们把这个赠品拿出来，要来送给大家。不过刚刚因为那个送笔记本比较有点危险性了，因为它比较硬。对。